round 的 Marshall 就 JACM 2000，接法跟平常接法一样，就是你要先开电源，那 standby 可以先不开，那背面一样 return 的孔封起来了。好，那稍微让它热机以后，你就可以把它打开。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output mute 确认它要是弹起来的，因为它会把输出给截断这样。好，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它是在 clean channel，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 clean 的 FX mix 就效果器回路的音量去控制，然后它是会在这台不会，它不会被总音量所控制，所以客人在用的时候就是记得这个 mix 要帮它开到够大。那没事的话，我们就先把它开到最大吧。好，那关机的时候一样，就是先关standby， 然后再关总电源。好 ，Brown 的 JC 二零比较简单，它就几乎没什么插孔了，就是后面的 return 插进去就有声音。那大概要注意的就是，它其实后面 send return 它还是有一个音量的控制。那平常没事的话，就大概把它放在正式。声音会比较小一点，不过效果器进去就还可以调整这样。好，不用的时候就是直接关掉。